其实我们这几年就是在任务就是支援所有教区的用绘制的糖要把它给弄成互补提升，然后所以在目前这个几年呢，因为国外基金会才十二年，其实十二年里边大概是921以后了，那921以后我是2002年才回到国内，所以接这个的话是有一点很花红，因为我不晓得台湾的生态是什么，因为我40年大概都在国外打球。那我目前是把这个基金会呢，就是往小孩子的教育来推动，因为小孩子的教育就是我们胡子团最大的力量。那在这一方面的话，在国内，那目前为止，国内外，我现在因为在国外也在推动，所以有11个国家有做这个我们的这个 project 啊。但是在国内国外的三关怀站大概目前有35个小孩子关怀站，那我们同乡部这边是属于我们支援的第19个，我们19个里面就是每年的这个经费领养的经费，还有一定要给一部车子，那这部车子能用6年我们就要代办，还有就是小的图书馆，再加上种树都需要。那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因为大部分在山上，那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呢是比较繁琐一点。国外基金会只有4个工作人员，非常的小啊，4个工作人员，所以在目前国外的大部分是我在跑，因为我每年要回到南美洲去，我本身在南美洲住了将近快30年到现在啊，所以在这方面呢还是需要大家的帮忙，大家的联合，教会是属于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是讲到就是说不是教会的精神，那个博爱的精神是推到全世界去，那在全世界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是尽量的做。那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到这边来参加，也认识各位啊，那这个是我在这边跟各位，以后我们会去再见面的，我相信，谢谢。好，我再补充好，欧兄长啊，他是欧庆德兄的亲弟弟高弟啊，他是我们国际基金会应该回来几年？我回来这个已经8年了，就八九年前从国外把他请回来，他曾经是中南美洲国大代表。也国民党驻中南美洲代表，那中南美洲代表，好，所以他知道是陈律师，哈哈哈哈哈，不要去，上次，我参加了中南美洲一个专任了哈，专任教授，哎，专任教授说，他很有才华，会英文、西班牙文、巴西，他老婆是巴西德裔，他岳父有一个大药厂，他曾经在大药厂当总经理，后来被开始邀请回来台湾服务哈，所以很多国际经验啊，很多东西，所以感谢欧执行长哈，他今天下午打电话给我。我刚开车到市场，我进度最大。我可以来到广州，特别感谢天主嘛，他帮忙教会的布鞋嘛，这么多哈，谢谢他哈。好，第二位是我的助理啊。一个礼拜跟我在山上一次过夜。那个天主教跟学术界的前辈，大家好，我叫。李德志，好，从小在天主教的家庭长大的哦，那高中也是念天主教的美师，然后来专科念的医学工程科的，那大学念的学上社会福利学系啊，目前还在青云科大念电机研究所。
那也谢谢恩生父老，那因为最近可能受了金融风暴，所以比较没有在工作，所以就常常到天主教，结果天主教的教员就跟我说，那师堂有一个森林大学啊，那就也谢谢他帮我牵了这个线啊，让我觉得我那么年轻了，在座应该是我应该是最年轻的哦，那也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以前曾经待过主科的，因为学电机，后来念了医学工程啊，也待过医院啊。我还记得我在主科工作的时候，我的自我介绍就是，也是跟今天一样，在座我是最年轻的啊。那因为那时候那家企业哦，应该是茂熙企业的，那因为他董事长也是因为财务的关系哦，可能也受到一些在媒体上面有报道啊。那好，那我就讲重点了哈。那也谢谢，可能神父也要推荐我去念神学院啊。那因为我本身比较公平正义的哦，因为你要顺大学中监督国公共政策的，你监督小的起码是上千里。那我也受过那个内政部的那个训练，那他是公益大厦的训练，那也谢谢政府会让我去参加这个训练，几乎都是一些建筑的啦、法律背景的，然后对于台湾的建设哦，那相当从民法刑法哦，从公平交易法相当都把握了，因为也谢谢他们教我那么多啊。本身不好意思，本身也是根生人啊，也看过台湾的司法哦，真的要谢谢潘神父了。那如果上次行给内政部那封信，如果在天主教有失礼的话哦，那本人也在这边深表歉意啊。那因为为了不公平正义嘛，说常常就是说，你有来讲要挖空费用一千，那写信给他，那可能相当有公平正义。如果在天主教哦，那希望以后能够披荆行道啊。哦，谢谢。我看了一下，这个发生没多久前，我要写报告给内政部。啊，我妈祈祷他大发财。妈妈，我们先去到长崎去拜出神殿。啊，因为他从小出生说他上五六说他妈妈就住在天神医院，他从小是爸爸带大，爸爸他起来，所以发现他公平正义这个能力，可以去把公共政策牵头好，所以不止要小钱一千万哦，那国家都几百亿上千亿了哦。我因为我参与过210亿次的水库抢救，后来一般脱光，小南水小野溪变南水坝，大南水坝，我还知道啊。哦我是王同梅啊，刚才神父说我上联合，我是联合报记者嘛，我是联合报的实习记者啊。当年我在一年级读新闻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去实习，然后就联合报他们就派人到学校找我，但是因为第二很大方嘛，是第二里方那个梁老师说他是还俗的人物，梁老师也接受，那我就告诉大家，我也受过创伤，那你也是真正的，我告诉你我是初会修女啊。那因为我要当修女，所以我进到了修院去，说我不要，学校的那个教务长来找我说，他们请你毕业，我才一年两年级毕业以后就签了，就赶快到联合报说不要。可是后来就跟联合报的有比较好的来往，那到一些修女没有当成，我有我的修女梦破碎了，记者的梦破碎了。那刘顺堂主教帮助我在新主教去，后来我也学神学，将新闻和神学结合起来。那我在新主教去当新闻秘书，那目前退休还在乐于做各个方面的职工。好，谢谢。王姐以后可以到我们森林大学做个为社会公益、为弱势讲话的啊，好的，谢谢。
大家好，我叫谢奇吉，我本身是警察毕业，目前从事传媒栽培啊，目前是在斯坦斯的产销班的班长，我们就是一群年轻人，就是说草莓能够尽量不要用药就尽量不要用药，我们的草莓是全国拍卖价最高的，斯坦四十五颗不到一斤460，所以有小孩不是零售商的部分，我们最主要是我跟神父认识的时候是参加他的在下夏令营，然后他叫我去帮忙维护就是晚上的安静安静那些，然后这样认识到现在，因为怎么讲，他的接触面是以生态为主嘛，可是我是毕竟我种草莓是一个农夫的心态下去，因为怎么讲，生态没有错是要去维护，可是你要多层面去了解说每一个城市，因为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理念，我们基层的农民或者是以我们现在讲生姜种生姜破坏大自然比较多，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所以说各有难处的时候你要去找出一个综合点，不能一味的说我站在一个一方的里面去执行我自己的部分，这样你会太过于偏激，你会为了一部分人而忘了另外一部分的人，你要去如何在两部分人中间去拿一个中间点，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一味说哦，为了生态，没有说生态就救起来了，可是你会丧失到一部分人的养家活口的生计的时候，那要怎么办？你有没有相对的配套措施说哦，而且辅导这些农民是把所有的现在休耕转作的地农田，就是以前的旱田，在政府说你不要去休耕转作的，由旱田去栽种生姜，因为生姜它在高山不能栽种嘛，我们就已经把它从旱田部分去着手就好了，我们休耕幅度就取消，把所有的生姜部分引进到以前的旱田，就旱田就是所谓的梯田嘛，它是属于山坡地开垦的，这个是一个变相的转接方式，所以说我是觉得说任何生态都你基本上要维护，可是你要在维护中间的时候，你要去衡量到它有没有造成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损失，那部分的利益损失可能是在养家活口，就好比前几年我去看到很多那个林务局，我有在林务局的网站上留言，就说为什么你核准很多砍大树的，它都是林相变更，它只有给我四个字林相变更，可是你为什么要讲究造林？你讲究造林的时候，就是相变的，它就是把树砍掉再造林嘛，就是这样啊。你既然为了讲究造林，不如你不要砍树，我一样，你给我几年不砍树，我不就停掉发给你，这也是一个可行方式嘛。现在变成说，大家为了要领那个奖助金，我去把大树砍掉去种小树。现在是最大的民生在玩票，可是当我们去留言的时候，他只是给我们一个一句话，我是林相变更，对不对？是不是你在林相变更的时候，你的水土保持小树跟大树的差异性都在这里？所以说我是认为很多东西的话，你站在一个角度，不管学者教授，我们也认识很多中兴大学的，都包括台大的教授，有教授的理论上的一个立足点，可是基层有一个立足点，相方两方面的理念一定，他们都我们也很尊重啊，我们也很尊重说要去维护生态啊，可是当我去维护生态的时候，我要照顾我的生计，像我们这一班种草莓，为什么年轻人的原因就是这样，减少用药嘛。我可能我一年的农药减掉3万，我可以减到剩下1万。可是那个在减的过程中，我要如何去寻找这个观念？就是要慢慢接触理念，就是学者理念性的知识进来。任何这个配套，如果是双方如果能赢的话，我介绍。如果分享在电台的时候再分享啊，好，谢谢。年轻人关系呢啊，不是说是政府政策的对，政策的对。丁老师，大家好，我是李延庆哈。那个我前几天出席那个救国团活动的时候，我是这样介绍我自己。我是最年轻、最美丽的头发发，然后我是觉得说，我加入这个圣经大学是写作班跟神父认识的，然后加入圣经大
大学以后，我会觉得知道哦，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然后我很感谢我先生，我先生哦是一直不断的推我出来做事的人，可是他今天不能来。